星级论证。Hello， 大家新年好啦！咁今个礼拜我就想带嚟一个就中国海洋石油啦，883啦。咁大家都所知啦，而家纽约期油都企咗喺$90楼上啦。咁对于883嚟讲都非常之有利。咁加上管理层都而家都着手回归 A 股啦。咁啊，再加上管理层都话嚟紧三年咧，最少派息都有成7毫子啦。其实喺而家环球股市咁波动嘅情况之下咧，883算系一个叫做几明确嘅即系业绩啊。都几明确嘅股份啦，咁我觉得就都可以继续睇啦。咁同埋佢之前回应消息嘅刺激啦，有个裂口一路都9.3附近咧，一路都企得稳啦。咁我觉得用翻呢一个做翻一个指示啦，其实中长线望翻12蚊左右。咁我觉得就可以睇一只 Colin 嘅22257就今年11月底到期，实际杠杆有4.5倍。咁啊，我觉得只883，如果你话即系揸长少少嘅，其实我觉得12蚊嘅目标都未必话太远嘅。